中央氣象台今朝早發布今年第一個颱風紅色預警以及暴雨黃色預警，強颱風梅花以時速20至25公里向西北方向移動。咁挨晚就喺浙江沿海登陸，晚間將會穿過杭州灣，喺上海浦東一帶再次登陸。杭州灣、長江口、東海中西部、浙江中北部沿海、上海同埋江蘇東部沿海將會有9至11級颱風。梅花中心經過地區風力更加達到12至15級，在未來24小時將會有大致暴雨，浙江東北部更加會有大暴雨，雨量超過250毫米。今日其他城市天氣，潮州、梅州、惠州、深圳天晴，東莞、中山、江門、珠海天晴，廣州、肇慶天晴，暫風多雲。哈爾濱、北京天晴，沈陽、天津、石家莊多雲。南京驟雨，武漢天晴，黑地杭州落雨。桂林、桂陽、南寧、海口多雲。西安、仁川、兰州多云，西宁雷暴。昆明落雨，重庆、乌鲁木齐多云，拉萨骤雨。预报高方面预测系天晴干燥，听朝早有烟霞，最低气温大约29度，日间酷热，最高气温大约35度，最轻微至和缓嘅西北风。而随后几日持续酷热，大致天晴同埋干燥。而且今日上昼嘅空气质素健康风险，一般同埋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高。而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系8，强度属于甚高。呢节天气先讲到呢度。